也不知道一心此刻知道你我慢离走。去，会不会也如我一样，茶饭不思？你眨眼睛了！你眨眼睛了！小程，你别哭了，以后师姐照顾你，定然不会让你被别人欺负的。师姐给你打水洗脸去。好，多谢师姐。大学热的，简直是心力憔悴，我胡须都冒出许多。李希，我给你送东西。谁寄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哇！一心，你好，我是正在想你的君卫七。哎，那这些东西谁爱要谁要，反正我不要。沙洛木只有一个效果，洗髓化功。这沙洛木在何处？玉叔啊，你跟贤侄坐的这椅子就是沙洛木所制啊。啊，我说这屋子里怎么有股药味呢？这是你送给我的信物吗？定情信物居然送金子。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，至少我觉得送金子最实在，你若不喜欢的话丢了就好。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只要是赵大哥送的我都喜欢。从今日开始，燕山派不再提防百花门，两派往后正常往来，但是诸位门人弟子应谨记门规，不可逾礼逾矩，滋扰事端，否则定当严惩不贷。谨遵掌门之命。行行行，不就传个信吗，拿来吧。这封是大师姐以掌门身份交给燕山派掌门顾玉郎的，这封是大师姐以私人身份交给昭行木的，这封便是我以大长老身份交给燕山派大长老昭行木的，这封便是我以私人身份给顾玉郎的，这封是给雨成仙的问候信，如果雨成仙不在便也交给顾玉郎。顾玉郎这个死人。我看呐，顾玉郎一来心思敏感想得多，没有昭行木那么耿直，二来呢因为身体差怕自己命不久矣，没想过感情的事。师姐，你若去追求还需主动些，用你的热情感化他的内心。那多不矜持啊。师姐，你现在跟我谈矜持啊？我不是怕他不喜欢吗？你叹什么气啊？没事，谢我娘了。我不忍心见你堕入邪道，你留下，我帮你修炼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修炼与不修炼已然不重要了，我要的是心心相印的信任和默契，是毫无保留的坦诚。可这些，我们还都没有呢。不想说便不说了。吃晚饭了吗？我估计你也没吃，我去采些果子来。我昨夜杀了君卫七。你说什么？我杀了君卫七。君卫七，你杀了？青丘掌门当的可还习惯？
新秋愚笨，实在没有当掌门的资质，好在有玲珑辅助，才堪堪维持。顾玉郎也是，要不是我在前面顶着，他早就撑不住了。君卫七，你游历回来了。啊，我想你了，便回来见你。一心，你误会我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若非不信，我也不会勉强你，我走便是。君卫七，不要来影响我了。你说黎一心走火入魔成了废人，怎么会闹得如此严重？一心还未苏醒，师父离去之后，百花门再无擅长医术之人，所以我便来找你帮忙。多谢玲珑信任。我顾玉郎虽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别但是了，婆婆妈妈的，爽快些说办法。嗯，赵大师伯，他医术高绝，丹药无双，连我这样的九阴绝脉都能保住。想必、哎、别想必了，快走！哎，绝脉走不快，快绝脉啊！阁下何人？为何夜里蒙面潜入燕山？鄙人乃是个郎中，行医至此，药材不足，便想趁着月色上山挖些药材。至于这面纱嘛，那是怕受瘴气侵袭。那你的药橱呢？背篓呢？上山挖药怎么没有土呢？身上怎么这么干净啊？为何身上只有汗味没有药味？手里怎么空空如也啊？苍头歌诀背一遍我听听，黄帝内经也背一遍。账目方面我是一定不会让利的。掌门好。好，地方好。小君，你快取好天阙剑，随后三道天雷劈下，若你扛过去了，不但内力会被净化，天阙剑更是会认主，自此你便是剑神传人了。若你扛不过去，明年此时老夫来为你扫墓。三道？你之前没跟我说有三道天雷啊？我忘了，你玩我。剑神一脉若登堂入室，顶级之流便排在末尾了，大体相当于花镜香的水准，稍高于你师父与大师兄一些。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好兴奋啊！感觉看到了人生巅峰的形象。这是成了呀。住手！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掌门，掌门，顾玉郎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要杀我便杀，莫要为难其他人。